今天的工作呢，不敢给那些刚刚有些水源村哈、剧团在我们的公所展演厅，我们希望有社会有温馨有爱，然后呢，我们携手共筑新文化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罗东镇呢能够成为一个慈善、公益、文化的一个城镇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水源村的这个剧场呢，来到了我们的展演厅呢表演给我们这些弱势的团体、弱势的小朋友，让他们呢遇到挫折、遇到困难呢要勇敢的找回这个失去的勇气所以呢，我们呢认为这个剧团呢非常的有意义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呢，让这些同学们呢，在不管在外在或者内心，一定呢要勇敢的站起来。那今天呢，非常感恩大家，我们一起的努力，让社会有爱，社会更温馨。而且呢，我们呢总共有2000位的小朋友，今天呢，分这4批哈，在我们展演厅。那是12月7号、8号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各一场，总共有4场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共襄盛举，让这个我们的这今天的这个水源村的这个剧团呢表演这个内容呢。